丹尼西亚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练习中文，我们去瑞松吧。好，你可以帮我复习第七课的生词，我觉得生词有一点难。好，我知道第七课的生词，但是我不知道第十课的语法。你知道十课的语法？我知道，我明天给你打电话，什么时间去学习吧。我今天很忙。太好了，再见。喂。喂。你要去 Riggs Room？学习吗？好，我在 Riggs Room。好，我来了。再见。再见。Jane， 这个什么意思？你看这件衣服多好看。什么？这个才14块钱。哇哦，真便宜。我也需要买一个。有别的样子吗？有蓝颜色，红颜色。黄颜色？我没有黄颜色。还有绿颜色。我觉得蓝颜色最好看。我也要蓝颜单词。怎么办？我们不能穿医用的衣服。可是，是我找到的。我们玩那个道游戏，谁赢谁就买蓝的。好。Rock, paper, scissors, shoot. 哇哦，这电影很好。你想开始学习吗？是。可是我没有中文书，在我的宿舍。我也没有中文书。你要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吗？好，我想看中国电视，你用电视就怎么样？好，可是看好电视我们就写信。嘘，开始了。
previously? I'm sorry to tell you. Your daughter has leukemia. Math. 我要去睡觉了。我们今天吃了很多东西。 能合适的骨髓就可以治。能找到合适的骨髓吗？哇哦，你妈咪的骨髓。算了，我们去要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妈咪会给你。那明丽。建议你好。我们在哪儿？我们在 Rick's room。 睡醒了。哦，太好了，是不是睡得很多？不是。哦，你去哪里？我去我的宿舍。明天见。好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 考得真容易，哈哈，我知道，因为我们学习得很好。你寒假回家吗？对，我要回家。我也回家。你可以送我去飞机场吗？不可以，你自己走吧。可是我不知道。 怎么去飞机场？好，你先坐去 Claremont 站 DTA， 然后下车在 Union 站换 DTA 去 LAX 站。你到了？太麻烦了，我请你吃午饭，怎么样？或是？ 给你买 Supreme 衣服，好吗？哦，太好了！我要很多的 Supreme 衣服，我也要吃饭。我送你去飞机场吧。谢谢你，我爱你。我更爱你。 这太稀有吗？女王的心意，耀眼的星星，时尚的基因搭配什么？看我的。